危险。再看刚刚这次传播。危险！还好，还好，裁判没犯规啊，也给拍了。而且这时候，柬埔寨球员在干什么啊？居然是推挤裁判，黄牌，搞什么东西啊？这个应该全部都罚出去才对。没错，这个太过分了，已经比赛腰斩了。我们应该恭喜台电这次稳拿这一次比赛的冠军，这太过分了。已经刚刚有看到超过三名球员来推挤裁判了。今天其实裁判对你们已经非常不好了。背号九号的肖亚是被红牌给罚出去了，而且这时候裁判又给一张红牌，不知道是给谁啊？毕竟画面上面没有带到。